来，裴振义一举如何呀？我封之威技不如人，这岂不义也罢？你不是说要任凭朕处置吗？只要你肯放火，奉帮一条生路，要杀要剐，任你处置。那你说说，应该凭天圣哪条律法？ 杀了你啊！敢问陛下，那赫连征又是触犯了哪条天圣律法？你不也一样把他杀了吗？不是你看到的，就是真的。为什么不能放弃过去，向前看？向前看。敢问陛下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 向前看就可以不顾身后留下的所有毁灭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你教教侄薇呀！你为什么对抗朕？你知道吗？你对抗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！侄薇已不想对抗什么。 要怎样才肯放过火凤凰，放过那些大城旧部？冯志伟，你凭什么跟朕谈条件？仗着朕心里牵挂你吗？我不会杀你。 也不会剐你，我要让你入宫，如何？若你定要如此羞辱之威才肯放过他们，那我悉听尊便就是。 为什么？你终于给了知卫一个不用逃避的借口，一个不用思考该不该与你在一起的借口。你为何满脸忧伤？你有那么恨朕吗？啊！我朝何时才能？ 不别亲疏，不输贵贱。行过不必大臣。<笑>
上善无以匹夫，只有这样我天生才能国之兵将，永无轻者。我为何到今日才看到，原来殿下心中也是有光明所在啊。这位早已看到陛下心中的光明所在了。朕想让我天生的子民每一个都可以自由地活着，安享清平盛世。朕更希望这天下每一个生命能够被尊重的活着，所以朕要的不仅仅是你，朕要的是你一辈子，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。这位不相信那些决意隐士的大臣顾民会成为天圣的死敌。陛下，知微更不相信赫连军会对知微痛下杀手。若你是知微，若你是知微，扪心自问，你会相信陛下所言吗？你会吗？三日之后，只愿真相大白之时，你会愿意做朕的皇后，放下一切，率大臣旧部归顺我天圣，如何？民女奉知微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知微在此，陛下所言的真相可否告知了？是当初
救命的三虎之女，她是我心爱之人，你要相信她，要和她相依为命，相依为命。只是剑在她房间。 想不到金狮王还是个多情人。 当年宁氏贞攻入帝京，你我皆为质子，同样家破人亡。然而你有邱明英、宗臣等人呵护成长，无忧无虑；我呢，颠沛流离，被人伢子卖入勾栏，死里逃生才得以逃脱。奉之威，我倒要问问你，这又是为什么？ 人总是在逃避命运的途中，被命运横刀揽下。命运，既然无处可逃，今日我奉之为这条命随你拿去。不论你的计划是什么，请你就此罢手，放过那些无辜之人吧。他要你的命，有何用？ 他想要的是你我之间反目成仇，彼此怨恨，一生无休。他想要的是我天神大军和你大臣残部杀个你死我活。他要的是我帝京一片尸山血海。他要的是你跟我在这修罗场永无回头之日。 奉之威，而朕绝不会让他如愿。晚安，你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身为大成皇族长孙后嗣，古恒、邱明英封号、宗臣、血夫徒，多少人为你死？你奉之威又做过什么？对了。 还有雅乐、王氏、赫连真，这些人的死都是因为你，还有你，你们俩手上沾了这么多人的血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怎么在一起。还有一件事儿。 你的父皇也是我杀的。
你现在是不是也特别想杀了我呀，陛下？秦耀明称杀了这个阴险恶毒的女人，来啊！把她押入刑部，择日三死会审。遵旨。 端王殿下，本王今日要独酌一杯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王兄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跟臣弟回去，臣弟相信定能说服陛下，宽恕王兄的。陛下。 谁是陛下？他就是一个篡权窃国的小人。师弟，本王知道你纯良宽厚，顾念手足之情，可你臣服于那个小人，你这是助纣为虐呀！ 父皇是将皇位传给本王的，难道父皇的旨意、父皇的心愿连你师弟都要违抗吗？王兄，父皇也曾说过，让我当储君的。本王。 帮本王，约其当日所有人，让宁毅当头对面的说清楚，父皇是如何驾崩的，又是如何传位于他，给本王一个交代，给全天下人一个交代。只要他能说服众人，本王愿意成全。从此远赴边关也好，囚于地京也罢。 了此残忍。好，有王兄这句话，臣弟相信，陛下定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宁毅，你蒙蔽天下世人，脚趾篡权，但我绝不会承认你。 七弟，朕。
登上这成名殿，其实是拜你所赐啊。如若不是你勾结火凤帮、月灵一干人杀父弑君，朕又如何能登上这个地位啊？宁毅，勾结阉党赵渊窃取国君之位，你又比本王强在何处啊？强在何处？皮爹，难道你默认了你杀父弑君之罪吗？胡说！我没有弑父，你竟敢诬陷本王！明君，你的确没有弑父，因为我还活着。传朕口谕，传位于刘皇子宁毅，不告天下，朕驾崩，刘皇子即可继位。父皇，太医令刚刚说了，你没有伤及心扉，你很快会好起来的。父皇，朕累了，朕相信一儿会秉公处置。殿下，宜君已将一切告知了父皇，你快去求父皇宽恕吧。你到底是谁？真的是父皇，这是何物啊？为什么？难道又是你的一个陷阱吗？朕当时写下此遗诏，真心想传位于你，只是……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希望？为什么要亲手毁了他？你看我说就说，而且国内形势，你他杀了我母妃，敢不敢以国法处置？你说呀！杀你母妃的人是我，辛子言，是为了给惨死在你手里的二花和我没出世的孩子报仇。孩子。心疼吗？你若是天生王朝一根毒刺，朕会亲自扒了他。父亲，这可是你亲生儿子的血啊，儿子的命还比不上一根刺啊。就是你的无情，害死了我的母妃。你不是我父亲，你不是。你们都想害本王，你们都要害本王。母妃，母妃你在哪儿？母妃，我要回家。母妃，母妃，他们要害本王，他们要害本王。母妃，快醒醒！没有人要害你，不会有害你。七二郎，你带七二归行吗？七二郎，带钱回去。宁城，
带他去中正寺，让太医好好诊治。是是，求陛下，让宜君一同去中正寺吧。准了，准了。谢陛下。我要回家。子言兄。 陛下，启禀陛下，罪臣辛子燕为报私怨，擅自诛杀王室顺仪，乃是以私刑窥国律之罪。启请陛下以天圣律书。 论罪正处。子言兄，来。子言兄还记得臣之心愿，朕甚是欣慰。 不别禁书，不属贵贱，以断于法，修明法度，方可让这天下成为光明之所在。子言兄。 有那么多的事发生，不变的是什么呀？到底是什么呀？陛下，那是千山万水的尽和近在咫尺的远。 冯志威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？宁某人是逼死了邱明英，季凤浩，可以饶过你一命。怎么？如今你却要杀了宁某人吗？冯玉轩中发生的那一幕，一直萦绕不去。 为什么不杀了我？因为你是朕亲选的无双国师，你出来封印轩见驾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你无心于仕途，是朕选了你，虽是御前，不要过来。你还是朕亲封的唯一一位女巡按。 替天子巡守明海，是朕造就了你，所以你便给了我更大的恩赐，逼死了我阿娘和弟弟。啊，那是作为帝王的选择。朕不是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份，也不是没有机会除掉你，因为朕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，便是将一介平民女子。 变成了天生无双国师，朕不想毁掉他，正如你不想朕称你为未知，但那是你的一部分呐，永远都是。照陛下的说法，冯志威岂不还要叩谢天恩？只怕是谎言说多了，连自己都信了。放肆！你不杀我，不是不忍，而是不敢，因为您一手握重兵要挟陛下。
你又怎敢因奉之威屈屈一切妇人的小命，而威胁到你凝视真的皇权？所以不要再被自己的谎言欺骗了。什么父子亲情，什么对燕妃的一往情深，一切在皇权之下皆为草芥。为了皇权，无人不可牺牲。陛下，看清楚了，你根本就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，所以你也得不到这人间的半点真情。 我不会杀你。如今你已经失去了皇权，一无所有，我要看着你如何在这皇宫中孤苦终老。凤之薇，宁毅可是要立你为后，然后呢？你的身份。 将令他一生被群臣诟病，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。久而久之，你们便会像我和雅乐一样，彼此怨恨。然后他也会和朕一样，为了这天下，为了这皇权，无人不可牺牲。这也包括你，凤之薇。你以为他和朕会不同吗？终有一日，他会明白。 要坐稳这江山，就只能是一个绝情绝义之人。古往今来，为帝王者，何人不是孤家寡人？侍卫。 你跟父皇，陛下可否不问？这位今日不想再提及旧事了。好，不问。不过，这位还是要谢过陛下，让我看清这一切。啊，那既然你看清了这一切，你我三日之约，不知你可否？ 你可愿做季布衣诺呀？嗯，陛下，请容之薇回去，稍事准备可好？三日后，陛下着人往宜家春接我便是。三日啊，好，三日后宁毅亲自去接你。 三日后见。嗯。你不见他们呢？南一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。 好好守住在的人，他们就是。安见公主。既然你等任之薇做旧主，那我便在此另谕你的，天下并非一姓之天下。大成在我们心里而已，我们也只是想。 死在大成的故梦里，还请公主殿下成全。参见大成公主殿下。平身吧。谢公主殿下。民心所向之处才是天下，因此，只为望你等放下灭国仇恨。 跟随燕怀使前往明海，前往明星所在之处，安居可好？臣等谨遵殿下调遣。只为谢过怀师兄。 怀师自明海到帝京，结识了一位好友。
他叫魏之，如今又要再回明海，却带着另外一位好友凤之威的重托，怀是此生。还是此生能得有人信赖如此，无憾。快起来吧，起来。想必应之与同生，道故从之于同类。怀师兄的情谊，只为铭记于心。保重啊，路上小心。呆子，走了。我与他们呀，无关乎欠与不欠，只是这天下之大，也该有他们的容身之地。冯之威，你是真的要嫁给宁毅吗？有何不可呢？恩义，不如你也一起去明海吧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我就在这里等你。南野，没有家人的那几年。是怎么过来的？从前有师父，现在有你。以后有我的地方，就会给你个家。苦的，骗人！傻子！不想再去感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了。当下你在，我只想好好的守住你，这样就够了。六郎，原谅志威骗了你。你我之间横亘着太多血淋淋的生命，志威无法忘却。如若有来生，我们做个普通人吧。这心如影相随。
看风雪坦然一对，无惧寒冬，无惧几季风雨当空，爱意汹涌。冯志伟，此刻你已到至缥缈之境，自由的尽头，而朕尽管余生漫如刀割，却不能一刃了之，随你而去。皆因这世间尚有你我之心愿未曾达成，我宁意这一路走来，看够了黄泉之镇带来的满目疮痍，所以朕要穷此生之力，令这天下再无暴君之争、法度之昏、贪渎之耻、良民之怨。到那时，你已便可含笑去见。思乡情，上留余温，清冷月，对影三杯。盖世英雄，哪怕放马山中，有你有爱看我英勇。热血男儿，是踏破长空，对了时间，错了时空，做一场错的千秋梦。时光去，独留你气息，隔千里，隔不住伤心。提的万千，提不过真心，爱相随却不能与你相依相偎，爱恨相遇错过时